打曹操不用带火吧？带个你带真武者的话可以带火，我带湘北的话，我一般都带 TP。绝对不要回头。对面有王者是吧？可能不正常。郊区排到郊区王者，感觉都不正常。武器是挺厉害，先不互动了，这把先打出优势，再说话。打出优势再说话吧。面对未来吧。OK，一刀不漏，先把眼放。打个 QEA，我的相位触发了，这波小心一点，然后就狠狠的 A 小兵，打一小兵的时候 A 他一下，好像来人了，他的走位怪怪的，是不是要来人了？有没有懂哥能告诉我对面打野现在在哪里啊？在下路看到了，等他 A 小兵再打。我想动手了，怎么办？算了，他这波升级，不升级的话我就可以杀，换了也赚，而且他还有药没吃的。想打野了，放眼未来，有点想把这药吃，算了，吃了，反正留着药也没有用，因为这波好像是要来人了，要打一波架子。他越了，应该被越了。时刻准备。他这能走，直接把键盘给吃了呀！这波是剑魔，哎，这波剑魔，这波绝地反击还打得还挺好的，这是他最后一波反击的机会了。确实动手，强力一击，丢过去，可以，他这个往回拍，好细，就不出巨齿了，出巨齿那行时，你那个眼料叠的挺慢的。哥们，其实玩的还可以啊，这都给他拉回去了。来来来，还可以。艾克来了，别走，给他绑住。中路来了，快推吧！这波线我也走了。小心那个中路，这波。那些敢跟你拼、跟你换血的剑魔都可以，就不怕那种怂的剑魔，他就只能怂一辈子。要怂到等我心思做出来之后，他就彻底没法玩了。很光明，
小丑我是没兑现过。哎，这把大优势，无所畏惧，还是先上线先轰他一炮。哇，他这个后撤，每次砸我砸上去，他的后撤，让我可以贴脸打他。他开开大杀我，反正感觉。把他 Q 躲一下，他 Q 闪杀我好像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他打？准备着，这么尴尬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他没闪吧？这波，这波走不了，兵线太多了。已组装，哪里说的加了四十天？他前面加傻了吗？哇，这都给他晕到了。他是极限晕吧，最后面那零点五秒的时间把我晕住了。出门装就直接多兰剑吧。这版本就无脑多兰剑出门了。其实感觉那种会玩的剑魔，你打的还真不算是好，很好打他。这把太顺了。打不过，不过我肯定打不过超模。他们已成历史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让他飘闪杀我，能走吗？差一点他就把我杀了。因为他这波知道我没相位，没有闪现，然后他开个大这么追我，然后用那个闪现来跟我。一步错，会玩的剑魔他都会看这种洗礼来杀你。回家吧，回村了，回村整个拎出来。然后我这波先死。没办法，能打的全打了。我这波送出来全队最多人头。时刻准备着。剑魔往上跑，
我先是做他，他就没什么机会了。进行抵抗了。好难杀！小戴，中大要来了，中大来了。回去了。哇，这都没死了，你真敢，哥们！他没有闪的，他应该是放弃了。他被搞得很恶心这一把。无所畏惧。开把也合理了。他被搞得太恶心了。这个是冲掉了。放眼未来，我去，那小兵第一个小兵不帮我打了。真的假的？两下天就给我 A 死了，我的那个星石那个盾都没触发，他是暴击了吗？不应该伤害这么高吧？这两下，没事，他们这把翻不了。他吃的炮子，我觉得真的这么狠呀。
又是阿克上，我今天杀了我两次了，怎么这么容易死啊？对吧？这下阿克上打不了，完全打不过阿克上，阿克上太难打了。 我也很烦阿克上，打上路我也烦阿克上，中路我也烦阿克上，英雄就是难打。恶心的英雄，英雄纯恶心。永恩吗？永恩还好，永恩看操纵，反正我觉得永恩不难打。我打完再发给你嘛，因为刚才的话，我打完再看微信。 哇，那个人我没杀死，真的假的哦？这波我杀死阿克上，我应该全杀了。鹅鹿也打不了，鹅鹿一的话只能躲在E了。全是残血，上个版本的话应该是杀死了，我觉得，全部是差一点点。 这个版本好像就是全部英雄，不是全部那个天赋，伤害都被降低一点。打鹅鹿一反正就要么征服者，要么相位吧，都把它一躲一下。无所畏惧。 电摩踢了，小心被他们杀一个。是时候进行抵抗。 带不下路去。其实我感觉是版本杰斯变弱了。南宁帅哥。